Wiki 一礼拜会教我好样，抓一收样，青年结合成果展览活动。十五号是在嘉义县政府中庭来举办的成果发表会，配合着教我好样青年综合发展计划推动的未来，规划以青年会课室、青年政策开箱、共创工作坊、青年大声讲等等的主题，期待集合为嘉义县青年凝聚共创，展现属于嘉义县青年生活样貌。近年来，在相关政策的推动之下，有愈来愈多青年选择返乡，也就是老乡。但是政策的推动并无甲因讲会当如何做，使得部分的青年无法度发挥所长，只会当凭着家己的摸索实现心中的理想。嘉义县政府察觉到这个现象，希望成为青年上有力的靠山，甲大家做伙学习、做伙成长。因此规划“教我好样”青年综合发展计划，透过协助。青年了解伊所关注的领域以及议题，转化成对应的思考模式，进而培养伊的工作能力。年轻人是一个国家或者是一个地方很重要的希望。那嘉义县政府成立“嘉有好样”的这样的一个平台，那把一些创业的年轻人，那把它集合起来。那在创业的过程当中，当然会碰到很多的挫折。那这样的平台可以让他们彼此，那互相鼓励，也可以做经验上的一个交换。那我们发现到有很多在这边读大学，那后来留在这边创业啊，虽然他不是嘉义人，所以我想啊，整个跟嘉义这块土地发生连结关系的年轻人，我们都希望他们有机会留在嘉义，能够为嘉义这块土地来努力。那我们现在在做龙工大线，是一个大规模的转型计划，我们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就业机会。那在就业机会跟人口集中以后啊。我们希望有更多的所谓的商业跟服务业的进驻，所以这里面都充满了很多年轻人必须要来填空，必须要来帮助这个地方发展。所以我们希望我们展开双手创立这样的平台，能够让更多的年轻人喜欢嘉义，爱上嘉义，进而在嘉义发展。这是我们最大的期待。该县长温忠良表示，目前各局处已经定下了各种不同面向的发展策略和对应的方向，以整合公部门的资源，尽全力的配合，希望沿海经济会当在嘉义各地发展出多彩多姿的美丽回报。立管政府除了公务行政窗口之外，也会当扮演着产业发展政策的领头羊，成为青年未来前进道路的带领者。最新新闻，钟乃行，嘉义县蔡孔报道。江南到北走遍全地图，现在开始倒数，山水景色走圈圈，记住和你。一起魔术，说 Be my honey honey honey， 想起了爱情融入心里，走进原来阿里阿里阿里山里的美景，水中山明，想带你看阿里山的日出，沿途历经的十八公路，牵起的手其他不在乎，带动若只手天关下付出，若你想要和我走过山林步道，你会意想不到风头紧在围绕，上扬嘴角微笑几分微妙，双眉鸟角此刻配合的巧妙，天然手是穿越云海的轨迹，台北高山茶的尾韵，愿意向身不助力配着你，看你喜欢阿里山的 coffee tea on me， yeah yeah， 走进了台湾的美，享受片刻宁静在奢望的脸，一二三的台湾，台湾有个阿里山，水土湾都做穿，每步伸手的喜欢 ，yeah， 下来，别林咖啡吧。Here we go now， 从南到北走遍全地图，现在开始倒数，山水景色走圈圈，记住和你一起魔术，就拼命喊你喊。